我哋请嚟一位嘉宾好朋友 Jasper 倾偈 ，Jasper 你好 ，David 你好 ，Jasper 咧揾到你嚟帮手啦，摸一摸嘅外汇市场，嚟紧嘅走势。嗱，过咗一个周末咧，估唔到美金咧突然间转强得好急，咁啊搞到咧成个其他主要货币咧散晒。